摸它跳起来感觉怎么样呢？就因为会流很多汗，然后感觉很舒服。对啊，虽然有点累，可是有时候运动完之后回家洗个澡之后就感觉很棒。那这门课要学多久了？我已经跟玉婷老师3年多了。早上起来流汗，算是在上班就比较急，就在比较有精神。对。那这样等于说一周上一次课吧？对，一周上一次。上这门课吗？我对第一次上有氧，对，那感觉怎么样？不错啊，运动流汗，嗯，对，最大目标就是这样子。那你会很？你看流那么多汗，哦，非常爽。等于说这运动完之后，对接下来的对一整天生活有很大帮助吗？有啊，嗯，我觉得每次跳完之后就整天都非常有精神，这是最好的运动。